分手了，白买了。哇，包装这么高级，下血本了呀！他不吃我吃，我是真没想到，他居然吃了娘娘腔。怎么讲？分手的时候他特别伤心，他就是不掉眼泪。这不挺有男子气概的吗？有啥？他说他不能哭，因为他睫毛膏不是防水的。这么精致，怪不得他不需要女朋友了。嘿，宝贝，吃拉面吗？我做的那种。看着一包面有这么多的配料，来起水烧锅，在煮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调个灵魂汤汁，看着浓郁的汤汁一看就很有营养。最后我们将煮好的面和配菜放入高汤汁中，哇，难以想象，这是我自己做出来的面，这叉烧肉也太大个了吧。这肉的口感绝了，配菜也好好吃，再来口面。做面条好筋道啊。好多粉丝问我这个袜子哪里买的，还不是我家狗子送的，居然还敢偷藏零食。哇，好漂亮的马卡龙，这都是什么神仙美食啊，我偷偷吃一个应该不会被发现吧。外壳酥脆，甜而不腻，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。这我妈送给王叔的礼物又被你偷吃了。我会被打死的。我没偷吃，他自己跑到我嘴里的。嘿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吃火锅实在是太方便了，想吃什么都往里扔，然后煮一煮就超级的好吃。哇，这也太香了吧，韩式辣酱配上芝士，哇，这是什么样的口感，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。你一个人也吃不完，我来帮你。我和你爸去接你表弟，这个你等等拿着哄你表弟。嗨，熊孩子，还是留给妈妈对付吧，让我尝尝这个海苔。哇，好酥脆啊，原来里面有夹心呀，中间铺满了芝麻，还有扁桃仁，太香了吧。表姐，昨天你房间的红色画笔还有吗？我去，我的口红。你小时候吃过这个没？小辣片当然吃过了，我昨天半夜馋它馋得流口水，今天就赶紧买了。哇哦，一口水忍不住了。我喜欢这样一口一口的吃，太过瘾了。这面筋柔软又嚼劲，麻麻辣辣的，回味无穷呀，跟小时候的一模一样。好辣呀，水水水水水，还好我倒了水。怎么是热水？我妈今天不在家，可以一边追剧一边吃草莓了。你看这美妙的身姿，这鲜红的草莓，这醇厚的巧克力，这令人上头的口感，还有巧克力和牛奶口味的，超级幸福。我妈不在，我为什么要小声说话？你们老是问我为什么要在床上偷吃，别问，还不是因为宿舍那么多人，不偷吃就没得吃了。这个粉耗子我可是惦记好久了，这可是东北出了名的。口感相当顺滑，太好吃了吧。是谁？你猜。给我拿出来。让你拿就拿。还有没有？没有了，就这么多了。嘿嘿，怎么可能没有呢？小伙子别上班了，我用麦丽素养你啊。哇，这豆子又黑又亮，满满的一大桶，超级满足。丝滑的巧克力外壳，酥脆的麦芽心，吃进嘴里又香又甜。真的没有了吗？哼，想抓我没门。甜甜的麦丽素配上酸奶，这口感也太神奇了吧。最近电费真的好贵，缴费的我心好累。环保小能手，从这只鸭鸭做起，备好你的嘴和胃，撕开就能吃，好方便呀。肉质细腻，味道正宗，这油亮亮的鸭肉一点也不油腻。哪来的风，算了，吃肉要紧。哇塞，这是我吃过最紧实的鸭肉，大概被我吃中了鸭群中的大力士。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吃鸭时就出手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